张有斑马线，一张只是普通的那个路面而已。这构图真的很特别，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构图，很有现代感。写生一般都是画比较传统的构图嘛，可是我觉得现代艺术不一定要这么古板，这个构图其实蛮特别的。不过质感可以再处理一下。其实那个画面嘛，画面的那个人本来就是在画，可是只要你人画不好，大家就只看到两个人，不是看你画面那个人。有没有？你风景画的话，大家都不看，就看书。可是你如果画人，大家都会先看人。所以人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部分。那如果你没有把握那个人画好，或者说你时间不够的话，就不要画人啊，因为人容易画坏。当你空的时候，你其实可以用染暗的方式，你就把它染暗。来画哦，这张其实画得很好，笔触很利落。但是后来我发现颜色这样画起来，颜色是有点脏掉的。对不对？这样看起来颜色好像一开始绿比较鲜艳，现在有点灰暗掉了，变成阴天了这样子。哦、但是其实这张要把颜色加出来很简单，你就把这个人的衣服上面加一点色彩就好了。人可以穿橘色衣服、红色衣服、红色背包这样子，然后把中间的绿色稍微点彩度高一点，反正就是让中间亮一点，哦，让中间亮一点，平平的，比较没有立体感。立体感是这样子，这就有立体感。哦、像一颗球一样，你可以感受到它是有体积感的。好，这个一样，大家都其实都出现同一个问题，就是前景。大家是不是前景都最后画，然后都没时间涂，对不对？前景看起来颜色都太浅，前景压暗。我看一下谁的前景